城正陷入被怪物入侵的危机中，我们需要集结一批勇者对抗怪物。第一次做勇者好激动啊，不知道要做什么的呢？成为真正的勇者，首要条件是拥有过人的实力。这怕威力太大，吓得你们哇哇叫。形势光明磊落，要不趁现在把他消灭了吧？趁他现在还没醒，赶紧打败他吧！嘘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我们想……小心，可能有暗器！看我的！好卑鄙的勇者！你这是赞我吗？勇敢面对困难，战胜困难！大家准备战斗！只能坚持。你们是有装备的勇者。对呀，一看就打不过啊！你们这算什么勇者呀？太没礼貌了！真的要逼我出手了吗？哼，跟着我们一起踏上勇者之路，成为真正的勇者吧！